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做一个南瓜补血养胃粥。南瓜吃多少切多少，今天吃这里就够了，剩下的南瓜不要沾湿水，这样有利于保存。将南瓜切块，家里有麦冬的可以给它放几粒麦冬。放入南瓜，喜欢吃甜味的我们可以给它加一点冰糖，不喜欢吃甜的就不用放了，因为南瓜它就有一点偏甜，不用放也会是微甜的。盖上盖子小火煮，让盖子留一个缝，我们将南瓜煮软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关火了。南瓜煮的时间不是很长，所以说南瓜一定要后放下去，让米先煮一会儿，就这样做出来非常的好，凉一下我们就可以吃了。